大家好，我是胡歌。今天是距2024巴黎奥运会开幕倒计时一周年的日子，在这样一座充满魅力的光之城举办奥运会，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都充满了期待呢？想要了解更多，可以通过奥运小程序去探索更多精彩的幕后内容。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，我也想为各位运动健儿送上我的祝福，愿你们在奥运的赛场上勇创佳绩。